杀死 Apex， 我看一下花轮哥的那个战旗，花轮哥战旗还在打哎、欸，晚一点啊，战旗晚一点啊，还要再来一个十手好了，一点啊，尬到一点，拉几个猛的，不啦，你们真的很宅耶、欸，那头贴都用动漫图，打这个怎么有张婷婷本人啦、啊？这法拉利姐哦，啊，这个本人好像很久了。来乱的就直接够哦，来乱的就直接按哦，我是本人 ，OK， 喂，婷婷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哎、欸，大伟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今天本来想说要睡觉，我想说我看到你那个小帅哥开台，我就很开心，没有到那么帅啦，我就很喜欢你每次。刘海什么额头的时候，我都好想要当你额头。好、哦，太爱我了啦，唔疼啦。这边是我属于我们的房间哦，拉麦环节哦。嘿啦，我们的房间啦，拉麦环节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每次你开那个户外台活动。我都好想要去找你，这每次都找不到。嘿啦，可以来啦，我很常开户外台啦，可以找我拍照呢。哎，我都很想撞你，对不对？拍照。OK 啊。啊，可以。今天，哎，今天你想听我唱歌吗？还是我们就叙叙旧，聊聊天啦、啊、就。小聊一下啦，不用小聊，想听你唱歌啦，法拉利的手啊！哦，真假啦？真的啦！法拉利哦，我退役很久了。你退役很久了哦。法拉利，那首你想听我唱《婷婷不累》吗？嘿啊，婷婷不累啊。OK 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帅哥要求，我这边都可以满足你。好，我听吼，我夸我听。我要怎么聊？我要直接唱吗？嘿呀、啊，直接唱啦。OK， 没有问题。我找一下我那个那时候拍那个 MV 哦。我这边就比较声音可能比较晚了，我就唱小声一点了。好。OK。来了，准备了。嘿、hey。好，有点低力了吧？等一下，前奏。一二三四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不累不累不累，滴滴滴滴滴滴，累不累不累，心不累不累，累不累不累，法拉利姐，婷婷真的不累，你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一直不累。好像想拍了，没关系，别在一些小细节了、哦